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。先把你打掉。Hey, what are you afraid of?再过去好像太远了，会打不到。这上面有没有好地方可以让我用？哦，不，啊，不行，从这里过来不行。我要一口气，没关系，我重生点不会在这。哎，他还是出现在这里。Grind him down slowly.枪兵就剩你了。可是我也要没子弹了。他要移动吗？他移动的话，我会有别的机会哦。后方跟了两个人，Why so bashful? Cassin's the only thing I've got in mind. I want a word with the wandering guard.快跑快跑，
全了。那两个士兵还是在那，我还是必须要解决他们才行。去和我的联络人交谈。注意到我，哇，三颗没有办法开。Perfect. Stay out of sight. When you see Renar, take him. 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像有冲突，啊，打起来了。还有扑打，扑打，不是杀啊！哦，扑倒了，然后呢 ？Where's Renard? Close.But his hideout's a fortress. You'll never get him. I've heard that before. 杀死雷探。为什么我觉得又是类似的地方啊？哇哇哇哇哇哇！等等，真的固若金汤。我觉得我要补充一下东西。这样我做这个任务真的有钱赚吗？感觉我钱都花掉了。看起来屋顶是有一个入口啊，这是我之前拿宝箱那个地方。有没有可以掩护的啊？
moment. 我左边这边一点用都没有啊。 我锁定目标，我目标爬上去，我要掩护。嗯，我的目标嘞？哦，还在，跑到楼下去哦。 我觉得我要巴西也不满，这里太恐怖了。他现在在楼下，啊！我从这边我要一只一只杀下去。哦，等一下。 就是你。啊，解决，应该还有一个。 楼下去了，隔墙独堡。哇塞！ 杀了，我杀成功了，拜拜，拜拜。 别想抓到我！哦，好多钱啊，超级多哎！ 但有赚了，超赚！ 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那么多人？<音><音><音>
我那个死的姿势也太奇怪了，觉得这里好恐怖哦。是说都没有留言，该不会又是我没有更新吧？是真的没有留言还是没有更新啊？算了算了，我不要离这里了，我现在太弱了，等会要强一点的武器再来。那哇，我们在这里耶。好吧，那我用快速旅行飞回去好了，这真的太远，不想再跑第二遍。其实他可以直接快速旅行到我的剧场咖啡店。我刚才应该要从这个门进来了。咖啡店超赚。升级好像是在楼上吧？不，升级就在刚刚。那里最后装饰。The workmen were able to break open a doorway in the basement. It would afford a way to come and go along the north bank.Free from prying eyes. Should someone require such a thing? 开了地下道，然后呢？是我不知道那个地下道在哪里啊。好吧，先不管了。这个是可以干嘛？这有个刺客标记。刺客标记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刺客议会，我的据点。那我们这一区都结束了，再来就是这一区了。
getting into parlor. Let's not discuss this enough.两颗没有办法，下一个。两颗，这边怎么都是两颗啊？我先把宝箱都看完，避免我自己漏了。哎，要吹贼，吹贼。这宝箱在下面。Come here! I'll mash you like an old bloody counter-revolution!他三星哎，哦，一颗星的宝箱。You missed the last wagon to Austria, traitor. No, 我觉得键盘反而比较难用。那一只拿长枪的，我先把它解决掉。哎，很幸运的没有被发现。我已经距离最强的武器剩三分之一了耶，不，剩三分之二，我已经收集了三分之一了，很快就买得起了。
别跑啊！哎，他跑回来了，笨贼！再来是这个宝箱。他们没有办法做什么。商店，商店，我差不多要买东西了。啊，这个商店在二楼。五满。再来这个宝箱，然后这个宝箱就结束了。等等，我等一下来帮你。我还真是红人呢，走在路上大家都叫我来帮忙。嗯？啊，没没没，在这里。这个也是两星。最后一个宝箱，在圣堂里面那个宝箱我之前就看过了，那就没了。啊，就从啊，可是今天没有解这个吗？哇，就解吧。哦，跳上去。一楼还是在二楼啊？好像在一楼。保罗·特瑞刚的尸体，极端暴力的迹象，尸体上到处都是淤青，手脚被打断。图上是画得很恐怖啊，这个实际上看起来还好。Oh, Monsieur, I am distraught. Who could have done such a thing? He had not a single enemy. All I know is there was an article in the newspaper that made him very upset.在报纸上，我亲爱的特瑞甘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受到监视。毫无疑问的，这都是因为 BG 在那次蠢透了的访谈
中不小心透露了我们的真实身份，他真是个没脑袋的蠢货。他好像以为大家都忘记了这些事一样，保证我的老友 AD 普拉西森努安尼斯街19号寄给特瑞刚。这个有什么？写上罗马数字2。这整个都是线索哎。他来刚刚屋子有行球的工具，各种刑具。这个也是刑具，然后有一本书，这里写什么？作者的自序，许多家族改变了他们的姓氏，他们以这种方式隐姓埋名，避免承受他们受害者及其后裔的愤怒。所以应该是有人知道了他们做的事情。然后愤怒，然后他们被指认之后，就过来报仇。读者们，在这个充满改变的时代，别让法国遗忘他们固有的历史。异端审判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有效地在法国消失。但那些异端审问者的后裔仍然与我们一同生活，一同作息，让我们将思绪向过去延伸，记起那三位呈现在我们雕刻之中恶名昭彰的审问官。他们有所知又分别是诺加雷特、马里尼及巴黎。我们可以从附有号码的奖章来辨识这三个人。他们自豪认为这些奖章上的号码是神圣阶级的排名。我们知道现在他们有许多子孙隐姓埋名，以避免受到惩戒。我们已经在巴黎发现了菲利普德马德尼的后裔，他就是西提岛上富有商人伯纳德格里马尼。我们十分荣幸让他在位于马尔穆塞特街6号的家中接待我们。我们对他的拇指甲与签字已收藏感到非常钦佩，而他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家族的传家宝。看起来我说的没有错，恶名昭彰的审问官。If he wants to kill Templars, let him kill Templars. I've done him all I can.